这中医啊，在您的带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了，感觉你们在这方面也越来越如鱼得水了。曾总，季星，你的位置呢？这儿。你坐，一会儿会后聊。嗨，都来了，好久不见。欢迎各位来到深圳 AI 医疗高峰论坛，我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。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，每个世纪都会经历那么一到两次重大的技术变革。当下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了，医疗正处于风口。那本次 AI 医疗高峰论坛也汇集了国内医疗行业的精英人士，希望各位能在演讲和研讨中有所收获。下面我宣布本次高峰论坛正式开始。首先让我们有请开场嘉宾东阳医疗总裁樊婷先生上台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，有请。隔三差五就会有各种会议，各种论坛，每个圈子都是如此，做事的不多，讲话的不少。我是做的不少，当然话也不少。我们可以从政治、社会、经济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你记性可能是金子，但你别忘了，这座城市里遍地都是金子。我相信未来的医疗行业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，面对奔涌而来的浪潮，我们企业所要做的不是引领趋势，而是顺应趋势。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勤学共勉，为国家、为事业发展贡献企业家应尽的力量。谢谢。好的，感谢韩总精彩的演讲。我相信呢，大家刚刚听了韩总的分享，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韩总。那么接下来有十分钟的提问时间，也请在座的各位来宾踊跃的举手报名。韩总，我们一起移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。看来现场想要请教韩总的来宾不少，韩总您自己选吧。这位蓝色衣服的女士，韩总你好，我想请问东医在智慧医疗有什么具体的布局和规划呢？好的，各位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了。最后一排，短头发的女士。谢谢。韩总刚刚说，企业不是要引领趋势，而是要顺应趋势，可是听起来似乎否定了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。难道不是引领市场的企业才更具备竞争力吗？对，励志书上的确都这么写的。但跟时代比起来，个人的力量太过于渺小，与其说是引领，倒不如说是比别人更快一步发现时代的机遇，顺应时代的改变。如果太过超前，自己还要保证可以坚持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到来，
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才会离成功更进一步。东阳做的是要落到实地分析数据，寻找需求，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之中摸索时代的脉搏。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，不要一上来就想着征服世界，先学习利用风向和洋流开辟航线，从小开始做砖做精，这是第一步。不知道这个回答能否解决你提出的问题。谢谢韩总，我听明白了。等一下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女士是星辰科技的总经理纪星。星辰科技是东医投资的一个主营 3D 医疗打印器械的初创公司。三类器械门槛很高，对比于一二类要难得多。希望纪总能够带领星辰科技填补时代的空缺，激流勇进。星辰一定不辜负韩总的期望，现在我们的椎间融合器已经研发完成，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，希望可以在这次的展销会上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机构，我们尽快推出产品，满足时代和市场的需求。有点官方了。喂，韩总。会展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丽丽跟苏芝州一会儿就过来。你还在听吗？那个，我想跟你说谢谢，我这次收获很多。我还有事先挂了。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？你在那里的干什么？亏我还这么认真跟你说谢谢。